除了南京路步行街，外滩是来到上海必打卡点外，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也必不可少。原名诺曼底公寓，老上海无数美轮美奂的建筑之一，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，始建于民国13年，外形犹如一艘巨型航船，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。在这栋动人的建筑里，从来不缺乏浪漫的故事，如今更是现代影视取景地，网红打卡点，文艺青年追求的精神地标建筑。